再往上一点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可以吗？我跟你讲，我再把头脱掉好了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你不要。哦，好，变多了，我在，不要再多了，不要为了偷拍自己。那你就慢慢做喽，我要洗澡了。那我要看你洗澡，你就放。不好意思，这是公众平台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这个有在播是不是？什么小姐哦？你先用那个热水把那个，你先用热水把那个窗户弄。然后就在里面，我们要看剪影就好了。我不要。我有什么毛病啊？去看洗澡要付钱要吗？漏点漏点，我为什么写真女郎？我跟你讲，你先不要先离开我的桌。不要。不是，我现在没有要跟你聊，我真的要洗澡，我只是想说点一下看你会不会进来，我没想到你跟我进来。你现在就要去洗澡了。怎么了吗？我不能洗澡。结果这个直播还真的洗澡的话，会有人傻眼吗？应该会破万吧。还是我来试看，我先脱个衣服，看会有没有反应。我开始喽。会吗？不要不要，没有要。我露肩膀了，我露这样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就可以，这样有太多了。然后还是再往上一点。不要不要不要。可以吗？要不要？翻起来。还是这样，还是我真的洗澡会怕。你刚刚那撩一个香肩要多300个人，那你撩一好，我再把头脱掉好了。等一下，你不要。好壮哦。我可以脱，只是这样可以吗？刚变多了，我在。不要再多了。撩了，不会是。我要开始哦！不要，六千了，不要为了数字出卖自己。请大家 follow 我的那个 IG。我看，脱完之后还要在船上，数字下降了，数字下降。你不要再脱了啊！我真的要洗澡了，要看我洗澡吗？不要，再见。不可以走。你要洗吗？还是我真的洗洗看？不要啦，你不要闹啦！刚刚是谁叫我洗澡，然后现在我真的要洗，还会怕？不会怕，我怕你这样。